攻读《论语》圣训第二册，第271页。想想看，你们今天跟着我有新同志世界，冤结累生累世，我因如此而下来跟你们解了这个缘，少了一个人，我的缘也是不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该度1000人、10000人。你只渡9999人，你还是没有了缘，拜托拜托。同时只是黑板上资讯，中讯为传不习乎？传不习乎？此份还是要送回釜山。传不习乎？在我们子弟完成，你要觉得很光荣。什么叫传不习乎？这是吾所说的。知道隆隆的天恩，浩浩的师德，还有巍巍的老情人，所有的精神，我完全传不习乎？是，拜托拜托，知道老母大赦三千，知道诸佛诸祖的不行，护手会运，竟然传不习乎？后本之道也是在传不习乎？老师说，教不严，师之惰；师不严，道不尊。所以，我们人人要以道为尊，传不习乎？以礼为德，传不习乎？以义为行，传不习乎？此生只是以道，传不习乎？让我们皆能够与九六圆佛子成就，恢复赤子之本佛性，传不习乎？拜托拜托。那今天我的小任务算完成了，我刚刚讲很多话，他是不是没有送东西给你？会不会很难过？不会。好，伸出你的手，让我们这双手为三草补路而过，让我们做一个人间净土实现的有心人，让我们做一个师尊师母真正传承道脉的人，让我们做一个真修真行正的修办人，好不好？好，为自己的发心鼓励一下，拜托拜托，让我们做一个诸佛菩萨的还愿有心人，拜托拜托，让我们做一个真正能挽救结束的有心人，拜托拜托，好不好？好，时间很宝贵，让我们做一个珍惜时间的有心人，让我们做一个老母好儿女，做一个真正的弥勒眷属的有心人，拜托拜托，做师尊师母的好徒弟，做老行人前人的好后学，做一个真正行走在世间的修办人，拜托拜托，祝福我们圆圆满满，道心永永远远，让我们越办越有心，越修越有心，让我们都做一个真正儒者的有心人。我已经是一个有心的佛，你们要吃的时候要告诉自己，我要做诸佛菩萨的愿，或是你累生累世所立的愿，真正还愿的有心人，好不好？好，其实这个传不习乎，我是讲不尽，同时因为有时间限制，所以有太多没办法演进，就留给讲训的人或是有心的人去体悟，再去补足。圣洁的莲花来自于污泥，单纯的心来自于复杂的环境。诸位修士已经进入了活佛弟子之门，请不要忘恩负义或是看到败德。地藏浮佛还有一句话还没有讲到，希望你们都能够到地藏浮佛那里坐上课，可别坐阶下囚，听懂话吗？懂。现在开始要学礼戒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们表现很好的好，你的自信会越光明，日日修日日进，一日修来一日好，一日不修就一日潦潦草草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天告诉自己，我要做一个活佛弟子，帮助老师的有心人，好不好？好。12篇第5章之1，导先生之果，尽事而性。